4月1日，在偶像练习生千人见面会上，范丞丞以一头红发亮相。这次他面对台下的粉丝，秀了一波新学到的撩妹技能。我发现你们长得很像我妈的一个亲戚，猜猜是什么？我发现你们长得像我妈的儿媳妇儿。略带羞涩的范丞丞走上前，对台下迷妹们说，最近我学了一个呢，好了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发现你们长得很像我妈的一个亲戚。台下粉丝没能 get 到爱豆的点，大喊谁啊，接着范丞丞继续卖关子，猜猜是什么。台下迷妹喊出一个让范丞丞无奈的答案，最终他只有自己宣布答案，我发现你们长得像我妈的儿媳妇。最近我新学了一个呢，好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发现你们长得很像我妈的一个亲戚，猜猜是什么？我发现你们长得像我妈的儿媳妇儿。此话一出，台下迷妹瞬间齐声尖叫，台上其他的偶像练习生们也都被这高超的撩妹技能折服，而范丞丞撩妹成功反倒有一些羞涩，说完脸红，不好意思回到队伍中间。